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省桂林市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猕猴桃的采摘园。为什么这边是一个采摘园呢？因为这里的猕猴桃都用了巧克力，效果特别好，所以说这个猕猴桃的品质非常高。刚才我们就是摘了很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猕猴桃的品质，随便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拆开看一下吧，就是你用手一握，它这个手都握是吧？每个猕猴桃都有250克的这个重量，所以说它这个单果非常重。你看，而且这个品质非常好，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这个猕猴桃，可以看一下。用完巧克力之后，这个猕猴桃有什么效果表现？比较好吃，好吃，亮，亮啊。那个果面非常漂亮，果面漂亮啊，对，这里，这个巧克力是用了多久了？记不住，我从很多年就开始用了吗？一直用啊，一直用的啊，一直用着哈，是自己哈又建了这么一个猕猴桃的采摘园。听说巧克力在这个提高果实的口感品质方面效果特别好，所以说他一直在用我们这个产品。用完巧克力之后，颗粒水溶肥巧克力之后，这个他据他说是果实表面表光非常好，而且单果重量非常高，也单果达到200到250克，而且这个口感特别好，因为采摘员他强调的就是这个果实的口感，口感非常好。产量有没有提高？跟着他走吧。产量啊，这个我们这次我们是有意的控制那个产量，这样果才棒。控制产量，就是提高，就是改善这个单果的这个品质哈。你看这个起码150，将近200，这里是200多。这个有200克。等会你们称嘛，不止。现在猕猴桃就是来采摘的话是多少钱一斤？在果园采是采摘15块钱一斤，15块钱一斤。比平时我们在超市买的还贵哈。平时超市里面的论个数，像这种是12块钱一个。12块钱一个。论个数它12块钱一个，小一点的8块钱一个。有很多过来摘的哈。有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今天也来了好多人，来摘一下这个猕猴桃。这个领导，你看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这最早，欢迎大家来摘猕猴桃，在那个两江渡头罗城江门村，罗城江门村，用了巧克力的猕猴桃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甜。